大舅哥还没直播，大舅哥，大舅哥他妈的快升官了啊！他小柚子马上变他妈主旨了，正在对手下的小弟发号施令，正在其他指挥中挑选挖人，给我冲刺啊，有钱。孟潇因为打个自联就合约到期了，然后去新的服务器发展了。然后鱼岛的指挥呢，还有一个就，也不说是谁了吧，就还有一个是不说是谁了啊。鱼岛的指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体系没说受到影响。这个指挥对不对？得打出成绩才会说。你们怎么知道有阿毛呢？阿毛很强啊，阿毛有这个，阿毛有副指挥级别的水平吧。这连遇到怎么办？咱们想走了，这连咱们想在。